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杨林，非常高兴5月25号晚上8点半，我将会来到马来西亚的云顶新剧场，出席由 IME 马来西亚举办的这些年最火的歌2019云顶演唱会。那赶快到下方网址进行抢票，希望当天晚上你能跟我一起大合唱，唱出这些年我们最火红的歌曲。